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，我们认为美印关系的发展应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，不应针对任何其他国家。关于所谓美盟体系，这是冷战时期的产物，体现出的是过时的冷战思维和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理念，中方一向对此坚决反对。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的新时代，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而置他国的安全关切于不顾，这种做法根本是行不通的。